又一间让我爱上的烤鸭试吃，鸭油香煎，烈火酥皮，油亮肥美，沾上甜面酱，大口享受，实在过瘾，太感好，爱黑美森。今天带你们到我每次吃都会高潮的 LA 时尚川菜哦，这个生意好到真的没话说。每桌必点的就是这娇嫩欲滴的烤鸭，先用大火将外皮烤得更脆，再经过师傅让我看得目不转睛的分解技术哦，很特别的是上桌前还稍微煎。那真的香到我不夸张，口水猛吞。如果你们来这里不点烤鸭、哦、那就是犯罪，犯了错过美好事物的罪哦。尤其是那鸭皮脆到我整个心花怒放，他们家的饼皮特别的 Q 哦，整体分数非常高。再来鸭架的部分，先做成干饭神器的麻辣干锅，吃完再加入高汤，又摇身一变成为你最爱的麻辣锅，汤头温顺，非常好吃。还有这个独家的烤鸭胡椒饼，虽然说是饼啦，但吃起来比较像包子，但是肉馅真的很香。 LA 还有超多经典的功夫菜哦，太多太多了。各位如果你们想知道哪些必点，哪些是梅森的爱，那就私讯我吧。